中秋节搁一年。关注你条件，献上中秋节慰问金以及王来寿，赞赏给安养中心的老大人。寿喜大人看到馆长亲身前来奉祀，面上拢是大大笑容。啊，足欢喜的，欢迎你来，谢谢你们。哦，感觉足欢喜的。对啊，啊，路上哦，唔捌看，我唔捌看馆长了。是吼。嗯，唔捌看的，伊啊，足欢喜的咯。好，对啊，咱送红包吼，就是每一个人拢有吼。大家拢有，一人拢有600块，啊，搁大家送这哦，往来数，哦，这嘛上流行的，啊，大家拢有吼，啊，几只，啊，这就是中秋节到啊吼，啊，过来甲各位看，啊，希望大家都只看甲真欢喜吼，哦，再照顾甲真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县政府，啊，嘛送大家红包，甲啥个这个往来数。为着关怀馆内社会团体，以及提早来庆祝中秋节，馆长李朝庆在馆府社会处的安排之下，今仔日前往南投第三的归经安养中心甲教养院进行慰问甲奉祀。不管是大人，也是教养院的医生，看到馆长李朝庆亲身前来，拢笑得要甲伊抬杠，气氛是相当温馨。身体有障碍的这些老人家，受到他们非常无微不至的照顾哦，办得真好哈，这些老人哦。挂了真满意，啊！来个德安家吼，德安家里面，看到这些孩子啊，非常的活泼可爱。事实上，我们南投县很多场合，哦，咱也看到，这办活动的时啊，德安啊来参加一下，看到这些囡仔来出来跳舞，哇，这个对音乐好像对调呢吼，他们跳啊真加精彩，真加活力，哇，看得非常的高兴吼。在安教养院的义仙，佫特别安排了精彩表演，过来演出，予观众李朝庆看了是相当的欢喜。其中也亲身送上慰问金，佮即马南投上亲的王来寿，所以义仙欢喜佮观众翕相，提早度过一个有观众相伴的中秋节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